手机给你。要不我们先去吃个饭吧，完了一起看电影。不用了吧，我还有点事，要不你先送我回家吧。好，行行行，送你回家。到了，要不我送你上去吧。不用了吧，现在也不早了，你早点回去吧。我口有点渴，要不我去你家里喝点水呗。旁边商店有买的，要不去那边买吧。行行行，那我去那边买吧。路上注意安全，到了跟我说一声啊，我先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